两名队员背对背绕杆往返跑，最先碰到中央龙珠的获胜。抽签来决定挑战对手，分六组，每一组胜出的那个人晋级下一轮，再决出三名。那必须是丙天。若琪，我要你，我就选祖蓝。若琪，你选我呗。我觉得我有机会跑赢一个长腿的。你就是遁地术是吧？开始，没了。他就从那个蓝柱子里出来。什么蓝柱子？人家一过来从蛋里啪嗒嗒啦，蛋是我的。他是从那个柱子里出来了，超级玛丽。加油啊！加油！跟我跑。李晨、张国伟，请准备。等会儿我们要给李晨加个油。来，我的队伍呢？耶！一二三，我们队伍呢？你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再来。我的队伍呢？我不想跟他们一起了，真的。请准备。行。哇！哇！国伟加油！斜掉了，斜掉了，陈哥加油！呜呜，好快！哇！哇！哇！快！哇！快！哇！呀！不要跟我跑！鞋掉了都跑得那么快，鞋掉了，我这是开挂了，我这开挂了，哥。哎，他这样跑的。